们是一群很害怕时间消失太快的人，所以很珍惜每一次的相遇。我说的相遇是指告我和你，而常常那些相遇往往都在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是很不安的，是不是我们站上去之后，我们应该要让自己看起来很强大？后来觉得好像我们想把最轻松、最自在的那一面带给我们的歌迷，也终于觉得哦，宇宙的有趣，在这些相遇里面找到彼此的故事，就好像我们在那个场馆大声的宣泄自己的我们彼此之间的那种心意跟故事，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体验。所以想要再继续把宇宙的有趣更多更多不同的面貌带给大家。没有你我从不是我，但没有我你好像过得不错。